所以继续咧，啊，继续要来邀请这位吴香化小姐，吴香化小姐哈，啊，来真久无来啊，哈，几啊冬啊哦，几啊冬啊哈，听讲最近啊，来要讲一下话无？啊，免啦，啊，最近讲要离开台南啦，吼，啊，要离开台南，所以过来大家的啊，咱的观众朋友吼，三思一下吼，啊。啊，要用啥物歌来甲人撒死？孤情绵绵，啊，所以你的啊，这个感情我拢留伫遮就对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好嘞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孤情绵绵。香化小姐咧，啊，伊伫咱这个啊生态吼，受博士班迄款，吼，啊，即摆要倒转去伊个故乡，哈，啊，已经毕业啦，吼，要倒转去故乡，谢谢，感谢您，谢谢，好，啊，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？谢谢，好，啊，好到这首歌可以了，叫做什么歌？孤情绵绵，孤情绵绵，这台固定的嘛，哈。安尼吼，安尼较袂起冤家。
我等下出来向站，等下啦，无啦，这手机啊吼，这手机啊不是要送的，嘿，这手机啊是看时间若到吼，他准备要下班的，啊，好，谢谢哈。